长得够像。您肯定是这样吧？我会把你抱起来，我再扬起来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呢。你可得看好这小媳妇，她刚才寻不到你啊，眼泪都急着出来了。我们给他配个音，屁股咪呀，屁股咪，屁股咪。哎呦喂！哎呦，起飞了！别跳湖里了，好像掉河里了。老师，你学了吗？学了啊。来检查一下。咻咻。哎啊 ，easy。我也学了。检查一下。哒哒，回手。推开。阿静，结果这个就是那个龙。心划过窗台。
是张律师的粉丝，我是腾讯 VIP V7的会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安宇的粉丝，我是咱们腾讯视频 V7的会员。我是腾讯的 V8会员，这是明天的粉丝。一直在我想，哎，应该不是诈骗吧？太激动了，真的太激动了，我觉得我要追星巅峰了，很激动，很兴奋。因为我是V7的粉丝，我超级喜欢V7，然后V7在腾讯播的剧我都有看。真是棒，超级喜欢他。然后这一次接到腾讯视频的电话，超级好，不犹豫的就来了。请问一下，您是从哪里赶来的呢？哦，我是从陕西来的。就想看一下具体你日常的工作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也因为很久没有见到他了，就想看一下。到特别特别早了，因为腾讯视频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影视作品。2019年的看到你的时候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。没有，是第一次。有，基本上线下的观影，或者说像之前创造营有抽总决赛的门票的时候，也有抽到了。希望将来可以多一点这样的参班，比如说 VIP 可以亲身经历，然后跟自己的偶像互动的一些活动。祝我新婚快乐！希望此类活动多多举办，然后让我能多多参加。很感谢腾讯视频给我这次机会，然后让我可以来上班，然后可以让我近距离的去看一下他们工作的情况。剪影加油！阿英超可爱，凤影超级帅。希望剪影能够收视长虹，然后希望王安宇、赵露思以及其他的主创人员都能够越来越好。等你发报。稍微采访一下大家的心情，现在如何？他们现在在那个内景里面拍戏。你看我们这会儿都不知道说啥，内心波涛汹涌。嗨，露丝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上个月结婚了吗？啊，可以给我新婚快乐，新婚。我的内心特别大。谢谢，别把我拍得太丢了。那个西高地，我一直好喜欢西高地哦，我可以下次带上他过来，我把周易带上。啊，完了，哥啊，这么喜庆的场合，他哭得这么难过。所以咱们两个代表性的对对对，好，不会的，会加油的。一年加衣服，谢谢哥，咱们千里送鹅。我们那个线上有很多粉丝想要，就是这个年代，对，帮我们签个名送给他们。好像是给 VIP。VIP 观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安宇，然后希望在神影上线之后，大家多多支持，加油！希望神影早日播出，然后被大家喜欢。不是，我跟露丝说，他上个月刚刚领证了，他送了我一盒小糖，然后祝我新婚快乐，然后给我签了三张签名。我刚刚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蛮淡定的，现在已经绷不住了。然后妈妈也知道你非常的累，然后妈妈永远都支持你，我的宝贝女儿。声音必报，然后腾讯以后多多搞这样的活动吧，加油！特别激动，然后我觉得安宇的声音特别温柔，特别好听。然后呢，我就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，然后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很感谢他给我签这两张签名，因为这两张签名是我对他最好的就是回忆，然后一张是创造营，一张是星汉三满，然后希望年月可以更好。哪里嘞？成都。你是成都的？对。你是哪里的？东北。你东北了？你东北了？
信视频站内搜索神隐预约，解锁更多福利。好嘞，拜拜。对了，两个才是这个角度，哇。好奇怪呀！干什么？也不知道你每天傻乐什么呢，跟个傻子似的。这个有点太发自内心了，注意一下仪态嘛。啊，注意一下，哎、注意一下，整天甩什么手？我待会仪态好的要死。我看你说什么，我就看你怎么说。你整天傻乐什么呢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注意点仪态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那又怎么样？行了，到时候你就跟我去搬鸟岛。我不跟你去搬鸟岛。为何要跟你去搬鸟岛？我就待在大泽山睡我的懒觉。兄弟，替我谢谢师兄。